诶，朋友们有没有问题要讨论？我们上个礼拜说到慎独嘛，哈，慎独有三层，第一层自我独自，然后与自己相处的时候，你那个时候能看到什么？第二层深入到人的内在，就是中庸的那个中了，就最深处，中就是最深处啊。也就是自己的那份情，那份内心真正的属于每一个人，让每一个人成为每一个人的生命之情。我们每个人都有个性，而那个个性基本上它的核心就是每一个人特有的生命之情。你如何面对自己的那个部分，或者认识到自己的那个部分？那么第三个，就是面对到自己，到了晚年，你们还太年轻了，还没有办法面对生死的问题。稍微大一点，可能会感受到自己，哎，身体不如从前，会有一点。可是再往下，就可能就感受到，哦，真的是有了年纪。的时候面对生死的问题，其实我们回看这一生，很多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人生规划，其实都是因为人会死亡，所以有的人活得很焦虑，有的人活得比较自在，然而他的那个自在是觉得说反正会死。所以也就算了，反正就这么过吧。当下享受一下自己觉得舒服的人生就好。可是关键时刻，真正面对那个时候，那是一个非常单一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他会真正觉得，在生命的路途中走到最后。其实是一个人必须通过那一个特殊的关卡，有自己所爱的妻子，有自己所爱的子女，有自己所爱的朋友，然后朋友、子女、妻子都爱，也都爱你。然而，过这一卡是一个人走过去，一个人过去。所以在这种情形下面。那么我们基本上，第三个慎独是面对了生死的一个问题。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这边，朋友们有没有问题要讨论，要提出来？有关前面的，天命之谓性，就是由天讲到往下讲，然后。修道之为教，是由人往上讲，然后沟通天人。道，他这里讲的道是，算正道，还是说是没有所谓的其他？你这个是科学性的观点，他所说的道。在它的前提上很清楚，任何一个事物，然后被创造，而成为这个世界中存在的，或有生命或没生命，那么它的存在性和它的生存性所展现出来的存在的状态，跟生存的依据，就叫那个道。你说它是没有价值判断，还是有价值判断，还是正道，还是不正道？所以，弄思想一定要清楚它的前提，
在哪里？那么像你刚才提的问题，还是在科学的训练底下，然后有两个问题成为你的大问题。一个问题就是它没有任何价值判断，那它就是一个科学性的，合乎于科学性的中立的存在。第二个就是道德论上的，西方的道德论上的是好的还是恶的，这两个其实都是西方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要很注意到，我们在讲思想的时候，任何的问题的构成，其实它是属于哪一个范畴内所发展出来，不然的话就混乱，就得不到真理了，就得不到真相。有真相才有真理，所以一定要很清楚。像我们现在在讲中庸，那么我们就要很清楚中庸所说的道是什么。它既不是孔子的道，也不是老子的道，它不是孟子的道，也不是庄子的道，它是中庸之道。那么中庸之道出于什么？出于上天造化，不用造化两字，避免创造性。道化出这一切生物、非生物、动物、植物、有机物、无机物、矿石等等，系这一切每一样都在这样的一个造化中取得了它自身特有的规律性，存在规律性。那么这个存在的规律是依照造化所给予的这个先天性下来，它的道的内涵在这里，它不是老子的道，一个创造性的整体的展现这个大宇宙的。既是规律，又是创造，又是发展，又是变化，那是老子的道。中庸的道就是指万物存在，不论有生物无生物，不论有机无机，不论是矿石还是生命体，它存在或者它活着，都依照他所特有的上天给予他的那个特殊性存在或者活着。那么他所活着和存在的凭借，此为道理，此就是率性之为道，是他们必须依存的，所以道不可须臾离。那是他们存在，那是他们有生命，甚至于是唯一的依据。到修道是为教的时候，就
修的时候就修的时候就是上天所赋予人特有的，只有人才有，动物没有。那佛家讲众生有佛性，然后讲一切的不论卵生胎生什么生什么生什么都有佛性，有凡有情皆有佛性，那是佛家的，那不是中庸的，所以各说各的。所以我们在谈这个思想的时候一定要弄得很清楚，不然就混杂了。那么要说修道之为教，所以他上面把天命之为性放在头，他综合了，因为他在中庸的这个思想也是综合了融合了那个时代，包括自然学派吧，道家属于自然学派吧，我们就用西方的这个观点融合了自然学派的道，然后融合了孔子所特有的人不同于其他的有生命的觉醒，孔子和孟子，然而告子在当时的这诸子百家的哲学界当中，告子说这个是社会所给予的，就像今天我们也会说社会所给予的嘛，人的道德性是来自于社会契约嘛，对不对？社会上的大家因为自身生存的需要而产生的嘛，这是在西方的社会论嘛，对不对？社会学上面所说的道德论。哎，可是他在这里他说这就是天命所给予人所特有，他不是人为，它不是后天，它仍然来自于先天。所以如果从这里延伸到道德论或者伦理观伦理论，那么根据中庸的话，中国的道德论中国的伦理观基本上是来自于先天，它是先天论，它不是西方所说的后天在生存竞争中经过了生存竞争的经验而后所产生的相互必须尊重的某些法则所建立的道德。所以西方的道德是法律的最低底线嘛，法律是道德的最低底线嘛，对不对？可是在中国来讲，法是法，道德是道德，道德出于自觉，自觉出于天性，天命之为性的天性。嗯，就是他跟孔子讲的人，还有也算是天性的天性，是没有天性，没有觉，孔子不会说觉。学就是觉，学而时习之的学就是觉，这个不是我说，而是在战国时候就这么去解，而后的注解两样都兼用，一直到清代偏学习。那么这可能是来自于清代本身满洲入主嘛，他不要人们有思想的自由，所以他反对自觉嘛，所以那个康熙写大义弥觉录啊，叫大家要清楚满清仍然是中华之正统啊，所以他在民间就有传说嘛，就说康熙那个乾隆他就弄出一个三国演义的神话，他有一天坐在那里批公文，大臣们在旁边等着，然后他就突然好像陷入昏迷，然后他就说
来者何人？哦，二弟关羽啊，你怎么来了？三弟何在？哦，三弟你也来了。然后就好像昏迷了，醒过来说，哎呀，刚才做了这么一个梦。所以民间传说他们是刘关瞻，他就是刘备的转世，所以他拼命的把关羽抬起来。本来是整个民间是武神是武圣是那个岳飞嘛，就是岳飞是杀鞑子的，所以满清是一个非常在政治上非常懂得统治术的一个族群。他在这方面很细密很细密，所以他把整个中国人的脊椎骨就抽掉。那么在学上面，清代几乎都是只是讲学习为主，不然朱子也是讲在他的学习中带着觉醒性，那王阳明更直接就讲觉醒。那这是天性，这是唯有人才有。那现在心理学证明了，现在的心理学以及脑神经科学证明，人能自觉就是因为人的，如果我们说的大一点，智人之所以为智人，智人之所以为智人，你知道我用智人两个字的意思吧？因为我们都是智人嘛，因为非智人都淘汰掉了。那么非智人在20万年内统领一切，他要比起科马龙人小得多了，还有一什么什么人小多了，相对于那些大的大猛象，大的剑虎小得多了，然而他在今天统领这个世界。所以智人之所以为智人，就是因为他的额叶他的皮质层有新生的元神神经元素嘛，有新生的神经元素，这个新生的神经元素有很多，包括人类的语言啊，包括人类特有的情绪啊，感情啊，情感啊，还有使用工具的技巧啊等等等等，还有推理啊，分析力啊等等等等。那么有一个重要的就是镜像神经元，认识自我的能力，这个自我认识自我的能力很重要。因为就动物而言，通常
只能够单一的向外直视。只能单一的注视外界，他没有办法回过头来回看自己。他单一的直视外界，他才能去捕捉动物啊，他才能够填饱肚子啊。所以西方的生物学家他说，人如果站在动物的立场，人的回看以至于因为回看，因为向外看向内看，然后他回看环看，这个回是回旋回看，他说那是不合乎于正常的动物行为。那么他们的讨论，这到底是自然还是人为，还是环境所促成，人生存的环境促成。可是按照现代的心理学脑神经学科，那么它是人所特有，就因为人的前列腺啊，不是前列腺啊，我上次说前列腺啊，不是，是前列腺所特有的，以至于人能认识这就是我，这就叫做自觉，能认识这就是我就是自觉。所以他可以回看自身以及自己生存存在的环境中所发生的种种过去的事物。佛家说没有过去心，没有现在心，没有未来心，对。可是按照这个，人因为有自我意识，所以人有过去心，人有现在心，人有未来心，不同的系统，不同说法。这个是在动思想的时候一定要清楚。道可去离，可离非道。那意思就是这个道到底有没有办法离？还是它就是不可能离开了？就是鱼能离开水吗？常常看那个道不行啊。那个道是它要推动于世界走向和平之道，所以你要弄清楚每个道的意思。因为字就这么多，所以有的时候在这里用在那里用可是不一样。所以以后你不能缺课，这证明你缺课缺太多，都没有听我们以前当中有太多空档没有来，都不知道了。孔子说道之不行，他的道的不行是，比如就以中庸里面也有说道，我知之以道之不行，我知之以他的那个道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之所以不能行之于今天，这个是我了解。那至于《论语》里面说道之不行，是有的时候他会说西周的那份从人性出发，然后人类平等，而后共有共享，共尊共荣的这个道不行了，那么他要重提的是这个道，这个人类平等之道。这个人类精神理想之道没有了。所以每个字每一个当中不同，那
西方人认为你为什么不就索性把道就做一个定义吧，这里变成这样，那里变成那样，你还谈什么思想？西方的思想必须这么谈。为什么呢？因为西方的思想是以外在的宇宙，一个无限的宇宙作为他研究的对象，就像这两天的黑洞有没有？那么你要很清楚的说，我是在天马座、人马座旁边的一个星洞的那个黑洞，他要把它确定下来，不然他从哪里说起呢？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人之外的无限的不确定的宇宙，他必须去提出来说这是，然后将它归纳抽象，然后得到一个概念。那么以至于天象变了，概念没有变。就像得名，你的名字，你叫得名，你小的时候可能你进小学取这个名字，因为在小学我们一般的都是进小学取个学名，让同学老师们叫。可是七岁的得名跟十二岁的得名要进初一了，已经变了，然而得名还是那个得名。所以西方在这样的一个物理学的研究中，这个物理学是广义的哈，以物为主的理论所建构的学问，物理学，他们就以这样的一个不变的概念作为知识的起点，这样他们才研究啊。你是学建筑、学工的、学理工的，所以你应该知道，对不对？可是传统中国从人出发，当他叫得名的时候，会真的认识你吗？不可能的。你是你妻子的丈夫，是你父母的孩子，是老师的学生，你在不同的面向中的会有不同的表现呢，必须合起来才是你啊。你是朋友的朋友。再说一岁的你也是你，十岁的你也是你，二十岁的你还是你，可是又不是你。今天既是原来的你又不是原来的你，人生命的多阶段性、多面向性、多层次性，它很自然的在语言当中的子位表示必须很，它是同一个字它可以有多义，在西方同一个字多义就没有办法，就不是并就没有知识性了，就不能代表真理。可是传统中国的多义性正好展现一个真相，所以西方以真理为主，中国以真相为主。如果我们要这么分，我们讲的是一个状态。OK， 好，还有没有问题要讨论？所以在这里一跳，中国的逻辑是生命的逻辑性，生命的逻辑性不是按照西方的物理性的逻辑性那样的推理，一个萝卜一个坑那么排列下来，它是可以藕断丝连的。
它是可以藕断丝连的。所以到这里，人要面对最深层的，面对死会死亡的那个我，在这样的一种心，在这样的一种心情上，要懂得慎重。那么在这里，一下就一跳，就直接讲情感了。因为你面对的最深层的就是人的情感，你与自己独自相处是人的情感，你面对认识你真正的渴望，真正的你，那是面对你最深层的情感。渴望是一种情感，然后面对生死，那是一种情感。所以这里就跳到喜怒哀乐之未法，就跳到喜怒哀乐，这是生命的逻辑，也可以说是情感的逻辑。那么到这里，人之道，我们可以加这么一句话：人之道，喜怒哀乐也。我们要用现代的西方逻辑性把它连起来的话，人不可须臾离之道者，情感也，这个情感就包括感情、情绪都在内了。人不可须臾离的，是来自天命之系，情感也，那就是情感。所以传统中国以情为主，所以我们上个礼拜也才说，仁者人也，仁者人也，仁者爱人，爱人者情也，对不对？所以用亚里士多德说的，西方亚里士多德给人的一个定义，多得的，我们可以说，人是人是情感的，后面就说不说动物了，人是情感的，动物也可以了。一般人在没有自觉之前，他有强烈的动物性。但是他
他基本上还是情感，他有强烈的情绪性，有强烈的感情，那么西方人在以理性作为人性，的唯一基础，把感性切除，所以现在理性跟感性在西方始终都是冲突，对立而冲突。在理性的支配下，他的感性不能充分的满足。在感性的要求底下，他理性不能可全面开展，所以他们非常的孤独，非常的孤独。看电影就容易看到啊，这种情形。做小孩子的，当他妈妈爱他，爸爸爱他，爱得不得了，他马上告诉他，哎，注意，你是你，我是我啊！你的生命不要加到我的生命上来，对不对？电影里面一大堆这种事情。夫妻两个人恋爱了，到某一个，注意，我还要保有我自己的空间，对不对？所以他们始终无法跟自己相处。如果我们从中庸的心理学上，他无法跟自己相处，因为他们摆不平感性跟理性之间的冲荡。所以喜怒哀乐之未发，天命之为性，以及率性之为道所给予人的特殊性，也就是那一个生命发展之道的那个道，就是情感，就是喜怒哀乐，它完全蕴集在它完全蕴集在人内在的深处，此之为宗。这就是宗。所以宗的第一含义，宗的第一义，人内在最深层的生命之情，也就是最内在最深层的生命渴望，人内在最深层的生命渴望。我停下来是在思考要不要讲一些例子。我最近工作累了，就打开电视乱看一通，
现在没有力气看那个大的电影，大电影两个钟头啊，我现在也没有时间也没有心力。因为周湘把所欠的工作赶快把它赶，可是忍不住要看，因为好休息一下，换个脑袋，就常常会看到，台湾一零一故事啊之类的这一类的节目，哦，就讲，里面就介绍好多年轻人，啊，这个什么到了在事业上创立的很好，或者在企业界做得很好，可他没有办法忘记做农夫的那个，我也讲不清楚是哪个，就那个。然后最后有一天，他终于醒觉。那触机当然有触机，触机就是他爸爸妈妈。有一天他回家过年，看到爸爸妈妈老了，妈妈的腰直不起来了，一下子抽动，就辞掉了工作，高薪，就回家做农去了。那当然，以他的专业，以他的知识，他就做有机，然后透过电脑批发，哇，就做得有声有色起来。有好多这一类的，还有做菜的。我最近常常去看人家做菜，做什么好菜，我就赶快记下来，然后就请于先帮我查这个秦味馆在哪里，我还有哪几样好吃，我们哪一天去吃，因为生活太无聊了，天天关在屋子里面写东西。哦，那些很多人都是原来不做这个，可是就一直有在做的，很多人都有一样东西他不能忘记，或者他妈妈的老味道，或者他爸爸的老味道，然后他回去终于在某一种状况下他回去就重新，哪怕54岁了，有一个76岁了，开事业做得很大了，76岁重新跑出来开馆子的。因为他自己好吃，所以他常常去吃了以后，他就梦中做实验。等到他70岁退休，经过6年的犹豫，76岁终于下定决心，拿起锅铲哐哐哐的炒起菜来了。那个内心的那个最深处，其实那是构成你之所以为你，我之所以为我的那个部分。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这个中第一是人内心最深沉，天命之为性，率性之为道，而深沉于内在的属于感情性的渴望，属于性情性的渴望。那么第二义，也就是后面所说的恰到好处，喜怒哀乐，所有的人类的内在最深层，上天所给予人的，以及人来自已成为生存之道的、生命之道、生活之道的，就是感情。只是感情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藏而未发，好，隐而未发，藏而未发。那么得有外在的事物，得有外在的事物引动，
或者是崇拜你。引动触发，那么情感就勃发了。就勃发了，就喷发了，那么喷发了，哇，就形成了急流。各种急流就形成各种急流，然而急流不见得有利于生。不见得皆有利于生，所以下面就是修道的部分。故人若有自觉，则修则修止激流，以至于取道之中，或者是道取，或者是取道，取道之中，为什么呢？因如此方能有利于真正有利于生。所谓修道之为教，这就是所谓修道之为教。修道之为教，也就是当人之情被引发、被触动，而形成各种生命之急流，那么如何
引流入大，以避免自身洪水之泛滥。以避免自身洪水的泛滥，使急流淹没了自己。是洪流淹没的，先不要擦，免得我忘了，因为下面有好几个例子是要根据这个出来。因为问题要讨论的时候，我就想大家来找找看。我今天看到一个视频里面介绍巴菲特，他写给他一本，他写了一本书，书的名字叫做《给女儿的一封信》，但是很厚啊，那个英文就那么厚啊。那我不知道有没有翻译本。他说，他告诉他的女儿，他说，作为一个最好的父亲，教给女儿的不是什么知识，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东西，最重要的如何教女儿认识一个男人，然后如何去除掉女孩子在十七八岁以后，在十五六岁、十七八岁，到了二十几岁，然后她渴望得到一个完美的男人，然后好好的有一番恋爱。他说这是害死女人的最大的错误的思想。他说女人就希望沉浸在一个有一个完全的全心全意爱自己的男人的爱中，那么实际上他说不可能，这第一点。第二点，他说你千万不要以为每天早上你醒了就有一杯可可在你旁边，或者牛奶，然后过一下就有了水果切好在你旁边，把你照顾得五体投地。他说那是毒药，那是麻醉你的，那是绝对没有用，那是将害了你一生的，使你一生软绵绵的、懒惰的过着你的日常人生的。他说我要教你的是如何认识一个男人的智力、战斗力、工作力。女人的丈夫必须是你战斗的伙伴，你才能在这个世界里打赢一场战争，取得你要的。哇，那个视频就介绍到这里。可是拿出是一本这么厚的，巴菲特拿着这本书。不，我要告诉你们的，刚才讲的不是我要告诉你。那么当然，他可以接着我们的这个情感往下讲，也真的是像。我又忍不住要消耗我的、消费我的好朋友了。
大家都知道三毛是我的好朋友，他的死是到最后觉得这一生不可能拥有完全的爱情，所以自杀。然后他不认为他的那个作家的成，他的那些作品的成就是他要的成就，他唯一要的期待就是一个完整的爱情。那么最后他开刀嘛，妇科的问题就开刀嘛，开刀之后他就觉得自己不再完整，在他完整的时候都没有获得一个完整的爱情，此后他不可能了，不好玩了，人生不好玩了。你看他在他的那个情感之流中，那么多的作品，他到今天没有无出其右，他影响一个时代。大陆尤其是改革开放，大陆年轻人、知识青年最受影响的书是三毛的，以至于激发起他们去流浪，激发起他们因为流浪然后所唱的所有的歌曲，然后激发起他们从流浪中去感受所谓的自由。然后三毛在那个时代，我们怎么跟他讲他都不以为然。他说我那是顺手拈来，就如同我在沙漠顺手一把沙撒出去。我没有被吹灰之力，那是天的，不是我的。你看他那种观念，我要我的，我执很深呐、啊。按照佛家讲，那我要讲的，把爱情的部，把情感的部分稍微提一下以后，我要讲的就是，你看西方人巴菲特所代表的，他是一个在全世界最成功的投资者，然而他所看的这个世界是战斗的世界，这就是西方，这就是西方遇到问题的时候的解决之道。今天的乌俄战争也就是因此而起。你看芬兰要加入，今天在讨论芬兰加入北约，芬兰没有说 我想办法用我和苏俄的这一层关系来弥平推动世界和平的来临，他没有，我要加入，我要对付他，因为他可能对付我。那么瑞典接着也要加入，和平对他们似乎不是一个宇宙中自然的状态。所以这就是中西文化的不同。那么在这个大文化中，大文化的不同中，将来怎么样使这两股文化的力量就如同阴阳，一个极阴，一个开阳，开阳就是中国，这样子对生命的赞美，跟一个宇宙就是力道相互斗争的状况，
你如何在这个斗争中赢？上天所给予的天命之为心，就是战斗；率性之为道，就是战斗。然后自我教化修道，就是如何赢得战斗。所以他要教他的女儿选先生，必须是一个人生中的战斗的伙伴，相互支援，才不至于毁灭，走向失败。你看这个书多大的不同。不过从这个书这样子说，巴菲特是这种爱情的渴望是一种洪水猛兽，也就是说明这种急流性的情感在他来讲是不利于生的，也不错，却有不利于生的部分。所以人若有自觉，则修此急流，以至于取道之中。不是堵住这个急流，巴菲特的说法是堵住这个急流，用理智堵住这个急流去战斗。要知道巴菲特的思想来源，去读柏拉图，去读亚里士多德，写得清清楚楚。那么为了避免这个急流化为洪水，然后淹没自己，所以要能自修取道，自修取道。用文学一点的名词，以灌溉，灌溉生命的田园。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情感，天命之为性，只是一道生命之流，可是构成我们生命的是一大片生命之流外的田园。你怎么让这个生命之流能滋润？我们生命的整体，所以下面接着说，发而皆众结。当我们理解，透过自觉，透过生命的自觉，透过生命的自觉，你怎么样能够修足沟渠，将这一个情感的急流进入渠道中，灌溉整个生命的田园，滋润整个生命的田园中的一切可成长的事物。
一切可成长的事物，所以叫做当生命的急流被引发，当生命的急流被引发，然后发在自觉，在自觉自修自导中，在自觉自修自导中，使所有的急流化为水流，然后滋润可成长之物。使情感终结，使情感能重结，重视不合，结这个结是身之关键，身之关节，也就是身之关键，结是取其象，结是取其象，什么象？竹节之象。竹节之象。
与其你看每一个节，就是生命成长一个段落，然后有新的生机出来。那么这也就是以复合使情感复合生命成长的关键，使之有下一个阶段发展的可能性。那么总结，简单的说，有利于生，恰到好处而有利于生的关键处，而有利于生的关键处。能如此，就叫做最大的生命和谐处，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也就是调整了自我，与外在事物能和谐相处。和就是和谐，也就是协调，融合，个体与外在。于社会达成和谐，而有利于生根。那么这个就叫做和，这就是整体的和谐。所以中也者，下面进一步解释。
所以忠这点，忠什么是忠？忠也者，什么是忠？忠就是天下生命共同的根本。忠就是情感，一个和谐的情感，乃是天下达成共生的根本。因为所有的事物，所有的人，所有的有机性，那么特别以人而言，情感，内在最深层的情感，其实指的是那种生命的情感。哪怕生物都要活下去的那个共生的情感。是天下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的根本，也就是这个世界能发展的根本。和也者，什么是和呢？天下之达道，这是天下共同达成生生的通道。达道就是通道，最大的通道。所以当人能自觉，注意这个字，字中和的字，一个字包含了这么多意思。这个字就是当人们透过自觉，生命自觉，然后自我教化，然后自我修道，修字来自天，来自宇宙，来自自然的急流。使之达于中和，使它能达到符合于深深的关节处，并与天地和谐相处。这个天地后面包含万物，天地万物和谐，众人和谐相处。那么如此，宇宙自然在它的天地位，就是宇宙，天地宇宙自然的在于它的位置上。本来这个位，古人的解释是安于其位，
当天地宇宙安于它的位置上，这个天地位包含了当天地不位的时候，人使它位。修桥铺路就是天地有所不足，人工补足之，自然有缺陷，人如果能够透过自身的自觉能补足自然的不足，它的意思包含这个部分。所以中国的企业家最大的发财以后，在古，我说在古代啊，就是修桥铺路。台湾真可惜，台湾嘉义有一个行善团，大家知道吧，一个老先生在退休后，他就觉得他们的那个山村老是责备政府不做事，他说为什么我们自己不来做，自古我们的先祖都是自己做啊。于是他就自己然后开始来修桥铺路，哦，越来越多，后来变成880人，变成了一个大团体，后来有上千人加入，他再把它分成三个团体，就在嘉义修桥铺路。何以如此？修桥铺路何以是最基本的善事？因为补天地之不足。也就是上书你所说的天公人其待之，人应该人在自觉之下，人在生命自觉之下应该来待天公，待之，知是天公，然后以补天地之不足，以补天地之不足。所以发财的重要的工作是修桥铺路，修桥铺路。在社会上就是施舍棺材，到了冬天施舍棺材，然后施粥开仓计粮，以利生生之道，这是传统中国社会。早期台湾都住都那些富僧都这样，慢慢的1970-1980年代以后就没有，就换了一种模式，换了一种。可是哦，台湾，我参加一个公益团体，那个公益团体计算，全台湾捐助为公益的数目，钱的数目，如果跟台湾的人口来讲是世界第一啊。这份善心还在，人的善心还在，只是公益团体把钱怎么用不知道，所以他们就做一个平台，希望慢慢，可以帮忙
仍还有效，因为做善事也得有效。所以这份善心啊，这份沉淀在人的华人心中的那份善心啊，是文化的底蕴呢。很多人说，你说的这么好，为什么中国都不好？我在大陆讲课，在台湾也有类似的，但台湾的反应没那么激烈，因为大陆经过文革嘛，经过破四旧破什么，反正把一切不是这他们引动下来，在大陆就全面使他们摧毁中国旧有的一切。所以他们经历了这个，他就说，我就说这本自然，每一个出生的新生婴儿都是自然人，上一代的上亿不可能对一个自然人有所继承，那不是基因的问题，那是后天的教化。后天的教化不是人为，而是透过自觉，引发自觉，了解善意。所以教育是必须代代要教的，是不可能继承的。而传统中国的文化能继承这么久，让今天的台湾，如果就捐助的款项和台湾总人数，还是世界第一啊。这份善心就是文化的底蕴。你看乌克兰要打到死为止，泽连斯基讲的打到死为止，美国也说打到死光了算了，你完全不同，他对生命不肯定啊，不看重。最小的时候为什么读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就像油一点一点的滴进人的心里。家庭教育为什么论语里面重视家庭教育？弟子孝悌也者如何如何，因为这是家庭教育的负责的部分，一个人的正向的人格心理是家庭教育所要负起的，知识教育是学校要负起。当然学校教育也要帮助家庭教育的不足，尤其在一个新旧交替的大时代，做老师的要能补足，老师要觉醒而要补足家庭教育的不足。可是现在都乱了，因为老师不见得需要，不见得认为在作为老师的养成中，不像我自年轻考上了老师了以后去修教育学分，我是在政大修的，修一学期啊，我们那时候修好久啊，修30几个学分啊，然后那些老师都说要记得不能没有爱，任何的教育要没有爱就不可能完成。弟子如子弟，方有学校教育，如同在家，是子弟如弟子，方有家庭教育。什么意思？在学校孩子不是你亲生的，你要有爱，在家里你自然爱你的孩子，可是要能客观，要能看得见他们本身的长短。
然后适当的给予指点，在他们生命遇到困难，在他们的急流淹过来的时候，如何帮助他们修筑沟渠渠道。这才完成一个人，不是天生就继承啊，下面就好了，没有这回事。因为每一个新的出生就是一个自然人，他就依照生存法则成长。你要如何的将这一份自觉性的生命在他的面前打开，就像荧幕打开一样，那么他才能够往下进行这份上天所给予的人性，特殊的人性以及对生命的善意。你看乌克兰、美国、欧洲打到今天，打输了打到今天，所有的善意都没有，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乌克兰要断那个气，因为那个什么，从俄罗斯到德国的那个北溪二号停了吧，哈，废掉了。那现在只剩下乌克兰的这一条，乌克兰说要断掉它，修资啊。那个德国的总理叫德国人民要省一少用煤气。你看，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么他们本身的文化系统就是斗争，从巴菲特，因为他们来看，人生就是一场较量，赢了才算。这也就是达尔文进化论，物竞天择，这是自然律则嘛，这是他们的天命之为性，修道之为，不是修道，就是率性之为道。那我们加了一条，人的特殊性，人必须自己认得，人才有生命的潜力。这个天地为万物预言，才有人，才有生命的潜力。所以真正讲来，上天就是给华人做福音天使，所以留下了这些经典。基督教的圣经里的，不要说旧约了，旧约都是愤怒的上帝，新约里的耶稣所讲的爱都没有这些经典中如此的透彻。那么我们今天就把第一段讲完，哦，不是今天啊，就这一节课了，就把第一他的第一段经文讲完。那么大家看，天地为万物欲，在这里似乎跟低天命之为性无关，其实是回扣到自然就是这样，所以天命之为性，率性之为道，修道之为己，它是回扣回去的。不要小看天地为万物欲，那是来自于人在生命觉醒后努力才有的结果。他的意思在这里。
所以我们上个礼拜一开始就说，生命的智慧和科学的智慧不同，科学的智慧不足以代替生命的智慧，但是生命的智慧可以含纳科学智慧。当生命智慧开展了，科学智慧就有能力铸成天地位万物语，不然只走向相互的杀伐，互相以战争来毁灭对方。你看接下来全世界的粮荒，现在非洲中东缺粮，黎巴嫩已经叫起来，他们没有麦子，然后我们再以情感缩减，再以情感然后把它呼收缩下来，整个乌俄战争就是一个情感的恐惧，生之恐惧跟生之贪婪。所以我蛮感谢乌俄战争的，让我有底气讲中国经典。看到了，对应出看到了中国经典对人类的那份期待和祝福。如果真有上帝，这是上帝所给予的救助这个世界的福音。那就是靠我们大家的宣传，不是宣传了，说清楚也是宣传，但是重要的是说清楚，就把它说清楚。以前语言不详，哎，请。本根本，基础，不止本性，是基础。中野者，你要做本性也可以，对它本身来说，基础讲，基础比本性更好。语是整个人类的基础，因为你如果说是人性。人的本性人家有的时候不承认，因为人有第一性第二性，我们说过对不对，人有生物性，人有觉醒性，所以是根本，情感是人的根本。或者说哎，你这么说我看看，情感是人类的本性也可以了，但是根本上比较好像合乎于自然力。你看，哎，万物的根本，对对，它是从万物出发。有没有还要讨论的？情感。以及达到和谐的情感是天下人类最大的本性。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情感就没有办法把那个和平性和谐性包进去。然而这个宗旨是人内心所藏的，然后发而能众结的。
啊？就是真心吗？是人的真心，就是国家的真心人。不是，也是，我所谓的不是，就是千万不要执着在国家的真心，国家的真心就是一个单纯的觉醒，然后你觉醒到你自己感官自觉的有限性，你感官自觉带给你的是一个虚拟的世界，你觉醒了，你不再依赖它，然后你也不再依赖这个世界，一切都是真实的不变的，然后你看到一切都在变化，都是空的，然后这个是所谓的真心。可是这不是这边的真心，哎，它不是佛家的真心，因为它是带着强烈的情感性的一个真正的觉悟。好，我们先下课，大家休息一下。有一位年轻的孙小弟，他提了一个很具体的历史事件，给我们大家做参考。你要不要自己说？不要，我帮你说，代替一下，简单的。因为他说，在春秋五霸的时代，然后五霸争霸，然后那个宋国就很快的站在，他其实是个小国家，而且站在霸主之间，但是他却站出来建立国际和平会议，召开国际和平会议，然后寻找人类和平的可能性。虽然不见得后来延续很长，但是至少他站出来，一个小国家，也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小国家，他就非常的站出来，以人类和平的需要要求开国际会议，开国际和平会议，黎兵之会嘛，就是非常有名的。可是像芬兰、像瑞典、像丹麦，他们都有资格出来要求欧洲的和平，他们在经济的成长上，他们在基本上国内的民主福利、社会福利是欧洲的典范，不只是欧洲的典范，也是别的国家的典范。它虽然不见得能成为全世界的典范，但是他在欧洲用他的福利，他的社会福利达到成为典范的标准，他可以站出来讲，你看不但没有，现在竟然还要加入战团参与战斗。所以这个是观念上和东方至少来自于我们华人的观点的不一样。那么这个不只是华人，华人的文化观影响他的生命观、和平观，影响到整个东南亚。美国要求东南亚的政府去，政府领袖很清楚的告诉他，我不愿意加入，我们只维持我们自身的和平，我们不选边。因为我们要的是和平，我们要的是人生的幸福，所以我们在这里看的话，那西方要的是什么？很可能要的是意识形态，要的是一个概念，因为他们认为概念才是绝对的真理。那 conception 概念才是绝对的真理，
因为在他们来讲，哲学的训练中间，概念是超然于一切具体事物之上，所以一切具体事物会有生有灭，会变异，不足以成为真理。然后把具体的事物分类，透过分析，透过抽象分类，然后抽取同类的最大的公约数，然后给予它一个语言上的称号。那么它下面怎么变，这个称号永远都在。就像人，而一代一代的过去，但是人这个字永远不变。你从人可以作为知识推理的起头，所以他把概念作为真理的代表。所以在今天是一个文化问题，所以大家有兴趣不妨看钱先生的他的文化，他的一本有关文化文化学大义，文化学大义。他说往后人类的发展就是一个文化性问题，因为各自文化的不同，对生命的看法不同，以至于影响到社会政治经济。那么我们重新要思考，人类应该重新反省，是从自身的文化想。我这样讲可以吗，小朋友？好，那大朋友，我们的唱兵，他提到，他说子成子说不偏不倚之为中，这个似乎有一个形，有一个形体作为依据，而这个形体就是一个球形，它是从这样的一个宇宙观，在一个球形中所形成的一个不偏不倚的平衡状态。那我说是，只是不强调，传统中国不强调一定有一个固定的球体，但是他认为宇宙是具有一种球形性，但是这种球形性是无限。我特别要在这里强调出来的原因是，因为 Parmenides、Heraclitus 就是古典希腊哲学，他们就提出宇宙是一个球体，但是是一个有限的球体。可是中国是无限的球体，宇宙是一个整体，而这个球体之所以是它一个球体，球体只是一个形象的描述，它是一个整体，它是一个无限的整体。所以它是这个，所以唱兵所说的是对的，他是。然后他说那个中心点不就是孟子的心吗？也对，他讲的其实就是子孟。所以刚才乃兵说的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如果说是喜怒哀乐，他把心化解为喜怒哀乐，以情感来代替。而孟子的心讲的还有是非，是一种理性的心还在内。如果说心是天下的大本，也能成立。情感是天下人类的共同的生命基础，也能成立。它的本性处也能成立。所以刚才有这两个重要的
想看法，我觉得值得跟大家报告。昌平要不要自己说？因为阴阳二气在一个无限的整体中，然后阴阳二气的消长，那么凡是平衡，水火既济，然后水火，火水未济，在这个平衡中，它才会有生生之道。换句话说，如果太强调求行，就是失去，它就变成静态。可是中国这个宇宙论是一个动态宇宙论，不是静态宇宙论。西方的宇宙论基本上是一个静态的宇宙论。朋友还有没有要讨论？如果没有，我们就再来看，大家有没有子思所传述，朱子再根据再补充了他的观点，那我就写下来给大家。这样子我再发挥我的，大家就可以有个比较。
他说又第一章是子思，就是经文的这一章述所传，他是记述孔子所传，他记述，他传述孔子所传之道理。孔子所传的道理，那么他用之以立言，建立他的看法，子的看法。建立子思的生命理论，他记述孔子所传的生命道理，怎么来建立自己的生命理论。那么首先是说明道之本源出于天，而不可移，不能动，不能改变。那么注意这个实体，这个实体很有意思。西方讲实体 reality， 什么是最真实的，而就是是永恒的，不可变的。他讲的是一个外在的物质的客观事物的本质，国家讲的实体是指无有空性，本身不可变异，实实在在的一个东西。可是在这里讲的实体，注意指的是心，明道之本源出于天而不可异，其实体他的心背于己，是充实，这个背是完备充实，是完备充实于每一个人自己。每一个人自己，每一个人都有心。那么心来于哪里？心来于孟子。所以刚才畅斌所说，他应该说说的是一个心的问题。我说是，那么人与心之间不可分离，每个人都有其心，每个人心都有其知其感。这一切来自于天，那么自然纯阳。既然如此，人有心有觉，那么你如何纯阳啊？纯是保存，养是培养。一般人之所以为一般人，
那么如同佛家所说的现在痛苦之中，也如同基督教所说的现在背离了上帝的 guilty 之中，那么也就是痛苦之中。何以如此？因为人虽然每一个人都有自我的觉醒心，每一个人都有自我的觉醒心，可是有没有把它扩充出来？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一定能扩充它。扩就是把自我意识扩大，把自我意识的性能扩大，每个人都有自我意识，可是有的没有把它扩大，他顶多在生活中或者造成懊恼后悔，因为他还可以看到，因为自我意识他可以看到自己冲过头了，以至于后悔了。哎，有的透过某种非深层的反省，觉得哦这件事情大概自己做的不甚全，然后自我调整，也就在这些地方，他对自己更深层、跟心更大的可能没有去扩大。他会因为种种的利害而限制自己的自我意识的发展，他也没有让自我意识所彰显的智慧充斥、充满在心智、在生活、在情感，换句话说，他没有让自己充满着智慧性，和祥性，慈悲性，他没有让自己走上这条路，那么这就是他没有纯养自己的自我意识，以及醒察自己的自我意识。可以没有开展出这个部分来，那么最后忠言就是天地为万物欲，最后所说的
就是分化，就是自我意识全面开展。以致通达无碍，以致通达无碍，这叫做圣化。以前这些字眼常常阻碍的朋友们认识，哎呦，我圣人才做得到，其实不是，圣就是通达。圣就是全然的通达，全然的通达就是圣。我们说过，圣是耳朵，是口，耳朵是由外入内，口是由内而外。那么口由内而外比较曲折，为什么？不是明明把东西吃进去吗？它也应该是由外而内，不，口是由外面吃进去，只是一个过程，可是化运为营养而营养我们全身，然后表达出来，这才是口的最大功能。我们能吃，能滋润自己，所以这叫做由内而外，内外交通，无阻无碍。曰圣，为什么？因为最后这个圣的这一个下面这一个不是王啊，不是王。很多人说王，讲文字的时候把它说王是错的，这是个挺字，挺的神写，挺就是通的意思。赵又廷就是赵大同，赵又廷知道了哈，那个电影明星，那就是赵大同又做大字家，赵家大通之人呐。所以圣化之极，圣化之极就是能够完全的。自我意识的全面开展，然后让生命焕然一新，脱开所有旧有的纠结。那么经典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脱开旧有的纠结，如同佛家所说的，可以能够摆脱所有贪嗔痴无明的痛苦。那么这大约这个盖是千词啊，是大约的意思，大约也就是要学者觉者于此秋诸生反求，就是透过反省开展意识，就是反省，然后就是调整，反省调整。就是反省跟调整，不要陷入一种习惯的制约之中，不要陷入一个个制化的、刻板化的、理所当然的限制之中，
然后自得之，可以自己深深的感悟，这个得就是感。我们如果借着佛家的，虽然我说不要乱想，但是我可以借一下佛家的顿悟，这就是佛家的顿悟，禅宗所说的顿悟，那种喜悦。同时用之，这个已是用之，用之就可以离开这个去世，离开，离开什么？离开那些忽视那些外诱之思，外面能诱导、引诱我们欲望发作的那些来自于这个思主义，来自于生存性的渴望。然后这个耳是然后充扩充自己，其实自己本然之上，原来的人的第二性，原来人的第二性。换句话说，这样子也才能去掉，离开我们的第一性。能离开人的第一性的最大的动力，就是看到我们真正想要那个真正的我，那个真正的我想要，然后就找向创造，那就自然就不会停留在第一性的动物性的被诱惑之中，就会冲淡，就会减少。那么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做几个层次，前面的首言就做第一，次言就是第二，中言就是第三，然后第四就是盖欲学者于此反求诸身而自得之，然后第五就是以去夫万有之思，第六而充其本然之上，四个六个程序。啊，圣神功化，哦，我这本书是圣化而已，无所谓了，差不多都是这个意思了。圣神功化，神那个神字就是指它不可预测的、无法预测的最玄妙的功能。功就是成功，就是功效，化就是化解我们的第一性，
如果是圣神公化自己，神圣公化自己，甚至是言其神妙不可测的效果，那么化就是化解，人的第一性，第一性就是动物性，的极致，极就是极致，最根本处，那么后面他说阳是孔子的学生，说这是一篇中庸，就是这个经文是中庸的体要。所谓一篇之主体和终极，要就是终极，主体跟终极。那么而后的十章，大约是子思以夫子之言，以中章之语，来完成说明他第一篇经书的意思。那就是我们此后要讲的，从二三四五这样子讲的，那都是子曰，子曰，子曰，子曰。大家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要讨论的？因为好像还剩五分钟，大家就可以随便谈，有问题。因为下面第二章还蛮长的，还需要费点口舌呢，要讲的话。德明有意见吗？有问题吗？这是要靠你的问题，啊，带消化中，好极了。我找那个钟啊，那个钟跟后来找那个钟，就是钟那个各有不同。都不一样，所以你要看它的上下句的意思。所谓的中庸，又称为用中之道。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中庸者用中之道。用中之道，其实就是用心之道，就是用情之道，也就是用心用情于日用之中，所以为之中庸。庸是日常之用。就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随时反省，随时自我调节，特别是透过情感的发放，然后我们容易看到我们心的作用。我们能够认识心的作用，就透过我们的情感的反应，喜怒哀乐，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的认识，像那个宋宋明学家，很多当时有静坐，谁？宋明理学的，他也是也有常常静坐，他们也有常静坐，是，他跟这个中庸有没有关系？跟中庸没有关系，也不能说没有关系，跟中庸的没有关系，不是他们的静坐不是从中庸发展出去，但是也不能说跟中庸没有关系。为了达成中庸，静坐是为了达成中庸的一个方式，所以我讲话你们会觉得矛盾，其实一点都不矛盾。它不是从中庸发展出静坐，说明你学的静坐不是从中庸发展的。但是他们为了达成中庸，他们发现佛家的静坐、道家的静坐、道家的虚静，然后最后融成他们的静坐法，那么祈求中庸的完成。自虚即守静笃，就是告诉你，那是老子的。透过自觉，这个自觉注意，透过自觉了解了道，
了解了老子的道，老子的天道，然后让自己修道，让自己达成心中没有杂念，心中没有杂念，没有杂念到什么程度？到达完全没有杂念，虚极。完全没有杂念。然后守住守住守静读守住心与思的虚静，守住心与思的虚静，虚静你就看得到。后面就是讲到那么这是虚静是能看到道的方式，然而他是不是静坐，这可不能随便下结论。因为老子不断所提身心的合一，然后使自己的心干净，这是认识到的他所提出来最重要的，然后不忘中 不忘思不忘中，这是认识到的最有效的方式。可是他是不是就是都没你学的静坐，这个不能随便乱讲，说明你学有，说明你学的进步。老子要求虚静，庄子哎有泰然赏其自原有的自我，那么他那个是一个静坐。老子是不是根据这个老子书中没有资料，我们就不乱讲。跟这个君子圣其无德不同，跟这个老子的君子没有不一样，但是你也不能说绝对有差别。守静读基本上也就是一种慎独的状态，一种慎独的状态。达成慎独的状态，还有没有讨论？没有的话，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然后就六月份再见面，大家保重，大家保重啊。